第十一题，明轩以甲尺测量橡皮擦的强度，下列哪一个测量结果正确？就跟我们刚才所讲解的，我们的测量的结果有数字的部分跟单位的部分。数字的部分有一组准确值加一位估计值，准确值要准确到最小单位，甲尺的最小单位是公厘，我觉得正好是两公分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要写成 2.0 公分，这个零就是所谓的最小单位。最小单位，但是呢，在最小单位后面还要再加一位估计值，那因为我觉得刚好，所以估计值就是零，所以我们应该写成 2.00 公分。所以第十一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一个测量结果正确？我们答案呢要选的是 C 2.00 公分，要准确到最小单位，最小单位后面还要再加一位估计值，所以我们答案选 C 2.00 公分。